年属狗的是我。莲花还好吗？哦，你拜师拜的很晚哦，不是很早。今年拜了。嗯，看见了吧？呵呵，嗯。粉红色的。嗯。粉红色莲花。啊、粉红色莲花，嗯。月上多少八仙？啊、哦，你的莲花上面还有一个你心里记挂的一个人呢、啊，放不下，很厉害的，嗯，嗯。记挂一个人放不下。嗯。哦、嗯，在莲花上面有一个人。莲花上面有一个人。嗯。嗯，请师傅。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看。哎。哦，你过去拜过八仙吗？八仙过海的八仙拜过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，每个人都说没有，到了时候我们又想起来了。嗯。哦。有一个仙人，八仙过海里边有一个仙人在帮你呢，嗯，嗯，哦，他站在你莲花上的，哦，我懂了，是谁呀？嗯，就是有个不好看的人也说过，我跟他很有缘分的。啊，有一个仙人，嗯，他在你有个仙人莲花上的，嗯。嗯，你一定，从小到大都感觉到一直有一个人在帮你的，嗯，而且尤其是在你坐船呐、啊、游泳啊、跟水见面的时候，他都在，嗯，对，我总是觉得有贵人一直在帮助我，嗯，你自己好好念经啊，好好修啦，不要没出息啦。好好，师傅，我月赚多少八千呢？25。25啊。嗯。那么师傅，我身体上有没有灵性啊？需要念多少小房子？很多小的虫在你眼睛里，所以你的眼睛经常流泪干。对，师傅多了。啊。然后一直会有虫蒙蒙。啊，我告诉你要当心啊！你赶快啊，每天要念49遍那个往生咒。往生咒。啊，要念的。好。明白了吗？好，明白。那么师傅，我应该念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啊？嗯。小房子一共念49章。49章，就是我的邀请者吧。嗯，你有没有一个姑妈啊，或者是像妈妈辈分的一个女的过世了，就是你的阿姨或者姑妈？嗯，小时候。好多啊！我的外婆，我外婆很疼我。嗯，我看她年纪不算太大，头发呢是。对她。头发是短头发，嗯。头发短头发，对，她60几岁就过世了。对了，看上去不像60多岁，像50多岁。不像。嗯。像50多岁啊。嗯，眼睛蛮大的，哦、是不是眼睛挺大的？眼睛。嗯，对，我外头有近视，好了，好了，鼻子不高、嗯，但是鼻子跟嘴巴这里比较短，嗯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偶尔会想起他。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你们要相信了，这个世界上你把他忘记了，他们全记得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谢谢你师傅。师傅，刚才有问一个76年那属龙的说后脑有个灵性，那么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？37张。37张小房子。好啊，嗯。好，谢谢你师傅。师傅，我们12月法会见。啊，你吃全素了没有啊？啊，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许愿吃全素了，我们不吃活海鲜，嗯，也吃沙参。不是啊，吃全素啊，连荤的都不要吃啊。因为我许愿吃全素了，哦，已经吃了1年多。嗯，我再提醒你一个小问题，你要当心的。你下个月左肩膀会有点痛。
已经开始有一些了。看一些吧，台长厉害吧？真的，已经开始有一些了，感觉到总是有。啊，睡起来等于舒服的感觉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就是一个小业障激活了，你要特别当心，要把它弄掉，是吧？你赶快要念念小房子，还要最好放放生吧。这个地方要放500条鱼。500条鱼。好了。好，感恩您师傅，感恩您师傅。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嗯嗯。